圣经学会理智，会恭敬，求善美协调品性。读圣经善理解中正是正，明正作决定反应，有效平衡令制度公平，低造乱忘实际见得正，常进出现国家方格平静。有情之合乐意，乐善尽真正，齐温馨，齐伟心，自动会认真，会适时给支持，为神国前线大事。你不假优美，同辈听你尊重。论事相信主道理，品格优美，上帝应允鼓励你。愿你尊父母一生有兴建，继有功亲善去治，人见作快乐景点，教导孩童共照念家庭，四代同托护赞美高兴，读圣经在每天精结成圣，成熟女奉上祈祷声和歌声在里外呼应，为耶稣爱邻居立颂赞主名，人品好，情商高。